林子祥儿子林德信日前被曝结婚，其后林德信传媒发布婚照，公布已结婚的消息。其实早于林信被曝结婚后，翌日已有婚礼上的照片流出，当新娘子 Candace 更被指腹部微隆，引起双喜临门揣测。而日20日，在有宾客与小红书分享林德信婚礼照片，德信老婆 Candace 嫉妒更明显，目测似怀孕5个月。日前林信向传媒发布婚照，但多张有 Candace 在内的照片都似刻意用手遮掩，以及未见正面照，再引网民好奇否真的双喜临门。而今日一名与众星友好的圈人与小红书上在林德信与 Candace 婚礼场内的照片，估他是宾客之一，他留言表示林德信 Nilex Slam Candace 新婚之喜。由客上在的婚礼场内照可见，其中一张是林德信老婆 Candace 在台上疑似致辞的照片，林德信与老婆 Candace 非传统穿上礼服，而是有主题性的穿上牛仔裤及紫裙，贯彻低调作风，连婚礼上的衣着都好朴素。相中的 Candace 正面可见现巨肚，由于肚子太大，连裙子身的位置都非常绷紧，目测似已怀孕5个月，看来如外界猜想是双喜临门。林德信月初出席活动被问结婚打算，林德信只与圈外女友 Candace 拍拖多年，情稳定，直言差不多时候要结婚，不过当时表示求婚疑似是为了故弄虚玄。被记者问到有否心想做爸爸，林德信更表示也觉得是时候了，我今已经38岁，似乎早已铺好路，只得大方宣布老婆 Candace 怀疑事。星岛头条 App 今已推出最新版本，请立即更新，览更精彩内容。